好，他们好像直接开始了。这是兔子，哎，好像没有直接开始。哎，直接开始，直接飞。这个超痛。但我觉得他现在要花舒适 check， 可以再更痛一点。啊，就是第一不挡打完，最多吃了个吃地方。我兵力低。那个 Snatch 很聪明，蛮喜欢的，直接对空。吸收这个四点吧，哇，漂亮的队友举书，然后让对方那个架盾放盾，他实际上是跳到背后去背了，这个没办法，对，好险放掉了，那差点被破盾，哇，还是拿到了，没有雷剑了，这，哎，有雷剑，我以为刚刚是没有雷剑了。就是杀红眼呢，这个 DI 错，虽然说我不知道 DI 对能不能能不能活下来，就是直上飞，臭屁风闪，我妈死了！刚那个位置基本上 ，Robin 一定可以拿到命。I've got聪明，角度选得很漂亮。哎，就那小福星还不够吧？哇，刮到了！终极的手边神器，这招看起来蛮帅。在动作还有执行上面，这个很酷的一个击杀，痛死！哦，好痛哦！刚那个不知道怎么动的，这还蛮明显，我有个队友会来，而酷乐就给了那个队友，然后还没有受伤。
我先一直拿啊。我的天，跳走掉了。被这个雷给搞死。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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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都给对方烫烫攻击，手臂刀坡，吸收掉了。拉米需要那个把边挡住，才办法回来，那就被吸力吸收掉了，并且还给放掉了。第一场打得很顺利，不过吸力也调整很快。赢了上一场后，现在领先了一整命，一定命啊，没一整命。我就会死吗？不会。那个闪有点奇怪，不过好吧。林肯现在是没有 combo 的，有错误的选项。都一整命，现在烫看似很不妙，不然他今天说他希望他不要用到 Robin 以外的角色，这场看似有点不保，然后那他会换角色，因为规定上只有他不能用远射，他其实还是蛮多角色的。有雷了。布勒的放 hitbox 的模式被 CD 抓到，所以那个有些东西就变成不太安全。我不知道这个夏丢贝尔怎么中的，但是莫名其妙就有个夏丢贝尔击杀了这一命。哇，刚刚好。2-1。布勒也是一直选 SD 的，他的剑脚啊，要换出第二个剑脚了吗？King K Rule， 仔细思考中，他可能在 Ricker 还有那个 Karamisa 中选择。我决定要 Ricker。那 CD 还有一场可以拿来休息啊，哇，
完蛋。好好漂亮。109。左边华磊桃李大海豚好谢谢哇呵呵呵差点就被反丢死前丢比后丢还痛啊很难讲因为是可以 headshot 的还有两个火合在一起好2-2好谢谢进不来呀、啊！哦，漂亮的 down smash， 好、哦、漂亮的，直接处理掉这一命。哇这个很惨哇来其实右边本来想说如果在那个位置的话应该左会很惨我也当时不行呵呵哦卡住了上 B 吗不会好会丢
刀子转得很漂亮，他在可以送的刀就在起跳打了那个 CG 腿马一下。CG 现在在胜部的最后一命哦，写的手边，我是最怕被手边的。死定了。是啊是啊是啊。Richter, win! Farewell!